我家姐姐结婚，过来进来挖椅子。哦，你小点声，我们睡觉呢。哎，啊，啥时候去啊？休息快开始了。我就不去了。别呀，给人家沾亲带故的，不去不合适啊！赶紧的啊，别磨叽。叔，我先走了。刘局长，队长。哎，学生，啊，干啥去啊？回家呀。回家干啥呀？酒席开始了。不去了。别不去呀！霞姐，我真不去了。霞姐，啥呀？快！你和妞妞还在等我饭呢。一会儿带你回去。借过钱，我姐的钱不是钱，啊？强子，干啥呢？要我钱呢？干啥？办酒席呢？你闹啥呀？你呀？我闹啥了？啊？我闹了吗？今天在场的人，借过你钱的不少吧？来，跟大家说说，什么时候把钱还了？说呀，强子，钱是姐借的，要钱跟姐要。别管啊，不说是吧？把这酒喝了。今天我就再也不提钱的事儿。来吧，喝了。哎哎，这酒不能喝。要不要？啊？要不要脸？有这么倒贴的吗？他媳妇儿死那么长时间，他娶你了，混蛋你！喝了。今天我大喜的日子，闹什么闹？对不
息啊，兄弟。我告诉你啊，年前把钱给我还了，要不这年谁他妈也别想过好。四叔，你倒是说点啥呀？学生啊，哎，今天强子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四叔，是我对不起乡亲们，如果不是为了给我媳妇治病，我也不跟大家开这个口。这个钱，我现在确实是还不上。不过我向你们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赖一分钱的账。哎呀。学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要账的，对，我们就是来看看你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伙都知道。他四叔，不说了。乡亲们对俺家怎么样，俺心里都记着，确实拖欠了太久了。俺想让俺家生子出去打工。爹，我现在不能去啊，你身子骨不好，妞妞还小，我这一走谁管你们呀？我都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，还不上乡亲们这份情，俺这心里头不舒坦呢。哎呀，老哥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，我们真成要账的了，我们都坐不住了。我他四叔，俺真没有这个意思，俺是真心的想尽快把大家伙的钱还上。我说你要走，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嗨，有啥好说的？哎，我给你打的饼，哎，路上带着吃啊。对了，穷家富路，这点钱拿着。这钱我不要。咋不要啊？爷们点。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。你不是要出去打工吗？等挣了钱再还我啊，拿着。放心吧，家里妞和大叔我都照顾着。哎，对了，
这些年我欠你实在是太多了。嗨，说这些干啥呀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打小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姐姐。彩霞姐，别因为我把你给耽误了呀。我还能被你耽误了？就我这样的，我哪有心思再找啊？行了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别瞎琢磨了啊，快走吧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干啥呢？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你包，他偷你钱包。没事，你先走吧。等一下我帮他送派出所。谢谢啊，注意安全啊。教训吧！你们还我钱！
哎，李总啊，有，对，您订几桌？几桌来着？四桌，行，没问题，春节前肯定给你留下来啊。行，来，哎，再见。那谁呢？不会呢？又上厕所去了。这家伙这一干活跑厕所去。老板，你们这招工吗？哪人？河南商丘饲养起来。哦，那个是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哥，我来。啊，不行，我跟你说了，春节前必须到货啊，这我不能让顾客啃大葱啊。对，春节前必须到。行了，我等你。那谁，你找工作是吧？啊，你会干啥呀？切菜、配菜、切墩儿。这上菜打杂总会吧？这个行。那个柱子，就把他留下吧，让他替领富贵的位置。哦，富贵不是喜欢厕所吗？下个礼拜让他扫厕所去。行了，行，就帮吧。哎，来干活。来这边。慢慢吃。王八，快点！对不起啊。我去吃了，你快点，刘芳，我给我退呢。哎，好。大家都辛苦了，为了这个小店，没回家过年。我和我媳妇儿陪大家拜个年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来，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，坐下。哎，啊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既然大家都不能回家过年，那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拜个年，随便打，人人有份儿。真的？回不去过年了，你和爸妈都好吧？你们二老在屋里要注意身体啊。大姨，过年好。我在外边一切挺好的。完了，我这边这过完年我就回家啊，老板钱给的可多了。爹，是我。生子，我找到工作了。老板对我也挺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和英俊咋样啊？在这儿给你拜个年。
擦桌子，你不会吗？啊？擦！我看看怎么擦。看着没？这么擦，这么擦。喂，啊对，是我。什么？你们说，老板和老板娘两天都没露面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你别瞎猜了，我咋的？人家把活干好，咱就别跟着添乱。那咱也不能成天跟没头苍蝇似的乱转。出事了，走了。他走哪儿去了？他出车祸了，判的是全责，我要赔一大笔钱。可是我现在又没那么多钱，所以我想着把这个店盘出去。大家能不能还我一些时间？我到时候把你们的钱都给补上。那不行，这大过年的，我们加班加点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现在实在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们能不能还我一些时间？我求求你们了。还缓什么缓呢？老板娘，这老板都不在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要是拿不着钱，我可就搬东西了。富贵。爸，你放开，不能搬。你们搬怎么不能搬？就算你们把东西都搬走了，那老板娘咋办呀？她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大家怎么办？搬！站住！富贵，咱们都是出来打工的，大家的心情都一样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就算你们这么逼他，他也拿不出这个钱呀。学生说的对，老板平常对咱们都不薄，咱们不能落井下石啊。对，对呀，不能落井下石。我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会把大家的钱给还上，谢谢。谢谢。咱大家伙都是有手有脚的人吧？这么大个城市，咱还怕找不着工作呀？啊！明天早晨，咱们去找找别的工作，你们说呢？行。对。哎，你们人干嘛呢？你好，你们找工作？装满了，不招，不招，不招了。我说了，都满了，不招了，不招了。大哥，再考虑考虑呗。人家已经完了，你们快走吧。不要不要，赶紧走吧。大哥。再跟你老板说说吧，大哥。老板，两碗馄饨。好嘞。喂。啊。什么？我哥。啊，好好好好，知道我知道了。小伙子，吃点啥？来份面吧。好的。多放点菜呗。可以。谢谢大姐。好，不用谢。大姐，哎，这包是谁的呀？
我不知道啊。我刚才凳子上捡的，要不先放你这儿，一会儿失主过来取。不行啊。为啥？万一少了东西怎么办？那这咋办啊？你自己捡的东西，你自己还给失主吧。那行吧。说哥呀，你都在这磨磨唧唧了一下午了，这工人都被你骂了个遍，你就跟我叨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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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烦不烦？你知道我这个单子有多大？他比咱们手里所有单子加起来都大。姓程这王八蛋肯定给我使阴招。哎呀，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，能说点别的吗？我说什么了？你知道我这个单子有多大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说。呀，你收回来货款呢？在这儿啊。我包呢？回来了，工作找着了吗？还没，工作没找着，他买了个包，还是女士的，送谁呀你？我捡的，捡的，哪儿捡的？小市场。我看，我看，别动谁的包，我看看。这么多钱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连这包都没打开过呢。傻人有傻福，捡钱也能捡这么多。正好咱们没发工资，咱把这钱分了吧。哎，那哪行啊？人丢这么多钱，那可多着急啊！我看你就想一个人独吞。扯淡！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对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学生要想吞这钱，还用得着把包拿回来？那他咋不还给人家？完了，你慢点，地上滑。人呢？摊儿呢？你确定是这儿吗？肯定还在这儿呀。我跟你说，你先别急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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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也许这摊主帮着收起来了呢。啊，这要是他收起来了，他明天肯定都不来出摊了。哎呀，就算是让人捡走了也没事儿，这点钱你哥还赔得起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一定得找着。兰兰，这么晚你哪儿找去？喝口水。喝吗？
你干啥呀？哎，我说你这小偷怎么阴魂不散？你上次在车站偷我，你今天还偷，你就偷吧。你说谁想偷？你胡说八道啥呀？我的包。你咋这么认识你的包？这里边有2万块钱呢，快点。还有啥？还有我的口红，还有何总，你动手。怎么，无话可说了是吧？哑巴了啊？走。你干啥？你给我去捡。我不是，我这。大姐，他说我偷他的包。这包不是他偷的，是他捡的。昨天他等你等了好久呢，你呀误会他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别客气。这包真是你捡的？那我还能说假话呀？那上次在车站怎么回事啊？啥车站？上次。好几个人围着你，说你偷我包，你不记得了？那是你丢的包啊，那误会了。我看着有人偷你的包，就想把包抢回来，结果他们都赖到我身上了。你说，这样啊？那误会你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那什么，你赶紧看看包里少没少东西啊。都在。我这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。这样吧，这个你拿着。我不要。这样。我真不要，我如果要钱，包就不还给你了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。啊，那这样吧，你说你有什么困难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一定帮忙。也没啥要帮忙的。那个，你以后出门小心点就行了。谢谢啊，大哥。没事。哎，姑娘，你身边还有没有朋友招工啊？我想找个工作。找工作？啊，这事包我身上了。学生吧，哎，你好，张老板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拾金不昧啊，哎，这社会像你这样人真越来越少了，还，哎，来兄弟，我得跟你表示表示，不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我就是来找个工作。啊，找工作，张兰，咱厂子人也刚招满是吧？啊，我啥都能干，我有把子力气啊。这不会的，我也可以学。哎呀，哥，那你带他去车间转转，哪有空就安排到哪儿吧。好，谢谢张老板。我还有几个兄弟姐妹，你看能不能一起给安排了？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，现在安排你一个人也只是勉强，人要再多我就真没办法了。哥，哎，就这样了。张兰，算了，一个人的话，我就不在这儿了。没事，我去别的地方再找找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谢谢。我说你怎么这样啊？人帮咱这么大一个忙，你安排的工作也不行。这是工厂，又不是福利院。一个大男人还吃糖啊？要我说你就留下吧，这样至少你自己的工作就解决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挺想在你们这厂子里干的，但是这些日子，那几个兄弟姐妹一直陪着我找工作，
大家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那今天光我一个人留下，我这心里……不是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你们这么多人，哪能一起找到工作呀？那要是一直找不着，你们都喝西北风啊？雪生啊，你好歹先答应着，能解决一个人的工作再说嘛，总比大家都没工作的强啊。朱德哥说的对呀，能解决一个是一个。是啊，雪生哥，你先去吧。对对，雪生哥，你先去啊。大家的心情，我都能理解。说心里话啊，虽然咱们认识时间不长，但是打心里，我早就把你们当做我的亲兄弟、亲姐妹。那老话讲得好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有难了，我可以一个人扛；但是有好事了，我是绝不会忘了大家的。哎，李姑娘，你唱什么高调啊？你是怕你挣了钱，大家伙吃你，对不对？你闭嘴吧！你说的那是你自己。我饿啊。朱子哥，我看了工厂附近还有别的厂子，要不咱就去看看吧。我相信，只要咱努力，一定能找到工作。我看行。行对行对，一定能找到。钱也不要，工作也不要，什么人呢？老板，我们也没几个人，就把我们收下吧。对，我们干什么活都行啊，收下我们吧。实在不行，真安排不了。老板，雪生哥爆了，富贵和保安打起来了。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干嘛呀？这是，别动！别动！干嘛呀？这是，别动！住手！别动手！住手！不行，我这，我这。别打！富贵。干啥呢？干啥？你问他干啥？他不愿意跟你在这儿，不像好人。谁不像？妈，你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胡搅蛮缠，你说谁胡搅蛮缠呢？我，你们几个，谁带头啊？老板，误会了，我们就是来找工作的。你们这个谁说了算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那行，你跟我来。嗯，来来来，随便坐。哎，你们在服装厂干过没有？没有。啊？没干过啊？啊，没干过，我们可以学啊。是这样啊，这个原来我们厂啊是不打算招工人的，你可是现在刚接了个大订单，确实也需要增加点人手。不过你们这还得培训，这个活要的还挺急。老板，你别担心啊，我们学的可快了，保证不耽误你的事儿。哎呀，又培训又……那你这工资我只能给八成啊。那我回去跟大家伙商量商量吧。这样，这个刚才啊。底下闹事这个我可不要啊！别别别，你刚误会了，我那个兄弟啊，其实人挺好的，就是性子急了点，你就把他收下吧。那你得给我保证，这些人出了事儿你得负责。行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！一批不如一批，残次品比他妈合格品还多。主要是这群人想加工钱。加钱？这是第一次了吗？
以前加了钱给我好好干了吗？ 我跟你说，能干干，不能干滚蛋。还有你。好，好的，老板。黑哥，你还记得上次捡到我包的那个李学生吗？啊。我在想，要不然。 把他们叫来试试。这技术工作干不好的活，他们能干好？这技术大家都可以学，人品可学不来。人品。行，把他们找来试试吧。啊，谢谢啊。 学生哥，外边有一个女孩找你。哦，那你帮我打份饭。行，谢谢啊。OK。谁家天鹅呀？乱飞。你好。 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不能来找你啊？我不是这意思，你咋知我在这儿呢？这找你可费劲了。嗨，啥事儿啊？你们现在都在这上班？啊？那你们还愿意去我哥那上班吗？你哥不是不同意吗？对，他那天是那么说来着，但是我们前段时间辞退了一批工人，所以现在正好缺人手，你们还愿意来吗？ 愿意倒是愿意，但我们不能去。为啥呀？我们已经接了这个厂子订单了。那如果我们可以出更高的工钱呢？这不是多给钱的事儿。既然我们已经进了您的厂子，就要先踏踏实实把人活干好，是吧？不是，你说你们在外边打工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那我不成忘恩负义了。咱做人做事总得讲点信仰。 那你就当帮我个忙，我哥那儿现在确实缺人，你就当帮帮我。实在是对不住啊，这个忙我是真帮不上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那儿还有活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再想想。 人我给你找着了，嗯，在程老板那儿。又是那姓程的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李学生在他那儿有段时间了吧？应该也成熟了。哎，这次你必须把他跟他那帮工友给我挖过来，特别是李学生。我去了。 人家不来，你多给钱啊！打工的不就图个钱吗？你千万别跟我提这事，你提这事我就来气。哎，我这涨工资的话我还没说完呢，他就给我打断了，说什么什么做人不能忘恩负义，他教我做人，他既然教我做人，我还不会做人吗？你说，有点意思，看来我真得把他给找过来。 他就是个呆子，李学生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你不和大伙商量，你说不行就不行，凭啥呀？什么事儿都你做主，你是爹，你是妈，合着我们都是你儿子。富贵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咱没工作的时候。 是人家程老板收留了咱，人家是咱的恩人，咱不能那么做呀。咱们怎么做了？程老板连正式的合同都没签，我们也可以反悔吗？你老板是往坏了想的。我说的是事实啊，合同没签，到时候活你干完了拿不到钱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
我觉得程老板不是那样的人。不，程老板他是哪样的人？好了，富贵，少说两句。学生哥，我觉得富贵哥说的也有道理。这合同也没签，这到时候万一……对啊，程老板万一不给钱，咱找谁说理去？行了，学生说的没错，咱们再想赚钱，那也不能没有良心。明天还得出工呢，都赶紧睡吧。睡什么睡啊？你们都要良心，啊？合着就我要钱，啊？我就要钱。这张老板，张老板，啊？哦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听那个李学生说呀，说那个您的厂的招工，他傻，这放着钱凭啥不挣啊？嗯，这不，我就来了。你是想来我这儿工作？啊，对，是这意思。就你自己？啊，是是。那要是就你一个人的话，恐怕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张老板，我老乡多的是。你们手里现在做的这个单子，是程老板从我手上抢走的。我估计，他这会儿也就是因为着急用人才招的你们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按照您的意思，那我们做完这笔单子，那我们就被开了。哦。这回我真明白了，我们做完这笔单子，我们全来您这儿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厂子里也招满人了。哎，不是，那这张老板，那您说，那我什么时候来呀？我到底该来还是不该来？张老板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吧，我回去我想办法，我把那些人全都挖过来，我让那个程老板的单子完不成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么想的啊！啊，对，你不是这么想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是这么想，那。我走了啊，走了啊！妹妹啊，累不累？你不在你们车间待着，跑我们车间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啊！我不需要你关心，学生哥说了，这批单子比较着急，必须马上完成。马上完成那也得歇会儿啊，对不对？别你别烦我。行，你行啊你。妹妹啊，累不累？来，你干。不是。我给你介绍张老板的工厂，怎么样？工资双倍。双倍啊！啊！我去！不是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？你就犟吧你啊！你犟！你不累？你干吧！你不累！好好干活，往家聊啥呢？你老加班加班的，机器人是不是得上点油？这不是工期紧吗？
坚持一下啊！不是我坚持，子仁哥，外面有人找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赶紧干活去。哎，我。你咋又来了呀？哎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咋不能来啊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们不能去你的厂。我说是工作的事了吗？我这不正好路过看看你吗？看我？啊。我有啥好看的呀？你就捡着我包，我不还没谢谢你呢吗？嗨，那不用谢，那不是啥大事啊。在我这儿，它就是大事儿。这样吧，今天等你下工，我请你吃饭。不用。必须。你不是说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吗？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厂最近工人快招满了，你们要是想来就尽快。张老板，这事儿我都想好办法了，我尽快带着他们都来。嗯。张老板，还有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是当说还是不当说。那就别说了。是你妹妹的事儿。说。怎么着，还准备吃点餐前甜点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爱吃糖啊？啊，习惯了。不是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有这种习惯啊？小时候，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娘总会给我买块糖吃。嗯，我们家穷，那能吃块糖，比干啥事都开心。后来我娘去世了，每次想起她，我都要吃块糖。心里头才觉得踏实，时间久了就成习惯了。现在遇到烦心事儿，就要吃块糖，压压心里的苦。哎，不是，我叫你出来吃顿饭，还成了你烦心事儿了，你心里苦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刚才突然想起我爹和我闺女了。你都有闺女了，啊？那你有照片吗？有，给我看看呗。我闺女妞妞。妞妞，真可爱。哎，你媳妇儿肯定也长得特漂亮吧？哎，这样吧，你这两天让你媳妇儿带着孩子来，我带他们玩两天，吃点好吃的，怎么样？我是让你媳妇儿带着孩子来，我带他们吃点好吃的。我媳妇儿得病去世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那这孩子，他还这么小。他现在可是最需要父母在身边的时候，你怎么忍心把他放在家里，一个人跑这么大老远来打工啊？我也不想啊。那几年，我媳妇看病，我们全家欠了乡亲们一屁股债。虽然大家伙嘴上没说，但是总还不上钱，那也不是个事儿。我爹现在身体也不好。所以我就想着，我现在还有一把子力气，就来这边多赚点钱，赶紧把债还了。你当时捡着我这包的时候，这里边可有两万块钱呢，你就没想着拿它先去把债还了？说实话，想过。啊。可我觉得。万一这是人家救命的钱，我要是给人家用了，那我成啥了呀？李学生，你就是个三好学生。我要是老师，我肯定奖励你一朵大红花。啊，不，三朵。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哎。
吃这个。结婚了，有孩子了。可是和他在一起，怎么那么踏实？是不是跟张老板的妹妹出去了？啊，我捡了他的包，他请我吃个饭，谢谢我，咋了？可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，离那个丫头远点。这事儿啊，他哥知道。程老板和张丽那可是死对头，咱们呢还得在这儿干。这事儿要是传到程老板的耳朵里，不太好，是不是？他啥家庭，我心里有数。再说了，我俩啥事儿都没有，别瞎整了。啥事儿都没有啊，真好。怎么了？昨晚去哪儿了？哥，我说这下班以后的时间应该不归老板管了吧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找李学生去了吧？哎，我说你怎么老想把他招进工厂？哎哎哎哎，你这么爱调查，你怎么不去当侦探去啊？少跟我说没用。你别告诉我你看上这个土鳖了。我看上他怎么了？我就是看上他了，我觉得他至少为人堂堂正正，就凭这一点，他也比你给我介绍那些人强。堂堂正正，张兰，我今天就告诉你什么是堂堂正正。李学生死了老婆，家里还有个女儿，他还欠了一屁股外债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都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知道你还跟这土鳖好啊？就是因为我都知道，他老婆都死了，我凭什么不能和他在一起？你们这个车间的设备调整谁负责啊？我负责的。设备出了问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昨天还好好的，不知道今天怎么就这样了。你看看啊，出了这样的残次品，你说说吧，怎么办？程老板。问题出在我们车间，损失就从我们工资里扣吧。是扣工资的事儿吗？啊，你看，耽误了工期，你说谁承担责任？你放心，我们加班加点，绝不会超一天工期的。这话可是你说的啊？如果耽误了工期，我拿你说事儿。学生哥，对不起。没事儿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！往后啊，不管因为谁，只要问题出在咱车间了，大家伙就一起把损失补回来，好吗？
你凭啥呀？那我们没错的人也受到牵连呢。我看你就是想啊，一个人出风头，对不对？要干你自己干。张富贵，你说什么呢？学生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好，这订单完不成，咱们都得滚蛋。滚就滚呗，我又不是没地方去。兄弟们，我给你们找个地方，给签合同，工资双倍，干不干？干。走。富贵。朱哥，我抢你个瓜不甜，算了。愿意留下的，咱们一起把超的期给补回来，好吗？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等会儿，富哥，走啊！走什么走？我有那么不仗义吗？干活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啊，是。这两天加班加的呀，真是太累了。朱子哥，你可得注意点啊，这腰要落病根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嗯，是。哼，哎呀，也不知道你们拼死拼活的为了什么，人家程老板呢，根本就没拿你们当人。你又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啊！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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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想想啊！兄弟们，我胡说了啊！今天下午啊，我跟小王要去请个假，走到办公室门口啊，就听程老板说，干完这笔订单啊，让他们全都滚蛋。富贵，这事可不能乱说。我就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信，你问问小王啊。小王，啊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王，问你呢。是，我们这么拼命的干活，还开除我们，也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与其让人开除，还不如咱们自己先找个安乐窝。啊，对，人家张老板呢，现在正缺人手，咱们要是去了。工资双倍，还签那个合同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去。去不去？行，去。小王，去不去？去。你就知道打自己那点小九九。哎，他们都这么想的呀。不管这事是不是真的，咱昨儿得讲信用。如果你们都不想干了，我自己干。我先走了。嗯，上班呢。
尽力了。
哎，人都等好久了，你就见见他吧，行吗？哎呀，哥，哥，叫进来吧。巨人哥，快来，快进来。赵老板，你可真是稀客呀。当初花钱都请不来的，现在主动找上门了。姓程的厂子一完蛋，你改变主意了，这可真是树倒猢狲散啊！这话说的，我们这种人，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求你收留我们的，是想让你把程老板的订单接了。姓程的自己没脸来，找个工人跟我谈判，把我当什么了？这事他不知道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要是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订单是姓程的王八蛋从我手里抢走的，你还会替他求情吗？那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不懂。我就是个农民，出来打工的。你是大老板，是做大事的人，我也没有资格跟你讲什么大道理。我只是知道，那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不管你和程老板有什么样的过节，如果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他一把，我想他会记你一辈子的好。张老板，算我求你了。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咱接是不接呀？你要接你接去。我程兰。我说你能不能拿出点生意人的样子啊？这么大个订单白给咱们，咱还能做个顺水人情，为什么不接呀？对，把单子接了，然后再把他招进厂里，你就高兴。张丽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和李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爱接不接。可惜了，张老板。我考虑了一下，同意接受老程的订单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先替程老板谢谢你。你先别急，我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订单要由你们原厂的工人继续完成，一旦完不成，所有损失由你们工人来承担。第二，我要老程交出手里所有的资源。这我做不了主啊。不过我想，他应该会答应的。我现在就找他商量去。李学生，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。就按我刚刚说的办，没问题。小张啊，不，张老板，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关键时候拉了我一把。这以前啊。哎，这老程啊，过去的事儿都不提了。你放心，你的订单我会好好干的。哎，行，那谢谢了。哎，老程，合同忘拿了。哦，合同啊，行。哎，这啊不，那您忙吧。程老板。大伙儿啊，以后就跟着张老板干吧啊！学生兄弟啊，多亏了你，
我才能够捞回一些钱来。要没这些钱啊，我这一家老小还真不知道怎么生活呢。哎呀，谢谢你了。快别这么说，当时我们走投无路，是你收留了我们，这份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好，好，好，知恩图报。好，哎，你是个好人呐。程老板，保重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呀？大事儿，给你的。我不要。为啥不要？这我亲手织的。哎，还挺合适的，真好看。张兰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毛衣我不能要。外面这雨越下越大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省得你哥担心。李学生，你给我站住！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我哥？你去找他去。咱俩不合适。我家里还有病重的父亲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要照顾。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。可我在乎。李学生。你告诉我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着我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再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再婚了。再婚？不可能。你怎么可能再婚呢？不可能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为了让我死心，所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叫彩霞，我俩一个村的。他帮我照顾我爹和我女儿。彩霞，对不起啊。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坚决不能跟张兰在一起。说两句啊，首先我感谢大家伙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，我们又一次提前完成了订单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今天正式宣布任命李学生为纺织二车间主任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请李学生给大伙讲两句。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我。打小
当着老师同学们的面读课文我都紧张，现在一下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讲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啥。感谢了，谢谢大家，如果没有你们我也当不上这个主任。大家放心，不管当啥，我李学生都不会变。以后你们有困难、意见或者想法啥的，尽管说，我还是会尽全力解决。总之，以后大家还是要齐心协力，共同努力。希望咱们这个厂子越来越好，大家伙都能多赚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喂，啊，顾总啊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还说过完年去找你呢。对，你别开这种玩笑了，这大过年的，我刚把工人放走。不是，现在是真有难处，这厂子里一个人都没了。行，这活我接了。妞妞，这是你爸爸，去跟爸爸抱抱。嗯，听爷爷话啊，去跟爸爸抱抱啊，去。妞妞，叫爸爸，叫爸爸呀，爸爸。爸爸，再大点声！爸爸，叔，姨，哎，妞妞真乖，来，爷给你做了双鞋。多听话呀！走，替爷洗碗去。回来咋不说一声啊？咋啦？还不敢见见呀？哪有啊？这不还没来得及吗？坐。哎，城里的活咋样？挺好的。这不厂子里刚接了个急活，我这回来招点人，还得赶紧走呢。哎呀，这年前工人不好招吧？啊，等回头我也帮你去找找。成。哎，对了，我也给你做了一双鞋，试试。谢谢姐。爹，我刚才算了一下啊，这钱啊基本上都能还上，剩下两家我下次回来再还。明天还钱的时候，一定记着要谢谢人家。知道了，先睡吧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这钱借了这么长时间才还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，别客气啊。好好挣钱，照顾好家里。好，谢谢涛哥，谢谢嫂子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好，哎，慢走啊。哎。哎，先生，不用那么客气，以后有什么事还来找沈秘书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了。哎，谢谢沈秘书。不用客气。谢谢沈子。哎，不用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慢走。你们注意身体啊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回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吴小姐，吴小姐，吴小姐，我现在不在外边打工了吗？啊。我们现在缺人手，你看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啊？哎，我不能去，家里有事儿，明天找到别人了。哦，行，谢谢啊，吴小姐。就是想让你们去帮帮忙，咱可以多挣点钱。那真的啊，年纪大了，压力大了，受不了了。行，那你玩着。那天冷了，注意身体啊。好好好。
李学生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！就算再干，订单也完成不了。不努力，咋真完成不了？哥，哥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你确定还要继续吗？这订单完成不了事小，再这样下去可就要出大事了。为啥呀？咱还有时间呢，咱们都尽力了，大不了我跟人赔回来钱。这不是违约金的事儿，是信义。就算赔了违约金，我们失了信，客户跟我们一起失信的。大家都醒醒，大家都醒醒，都醒醒！许胜，张老板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订单抢出来，一定要抢下来，都听我的，回睡觉。张老板，许胜。李学生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彩霞姐，你们咋来了呀？这要多感谢人家老板娘。谢谢，谢谢老板娘。比起你之前帮我的，我现在做的根本就不算什么。行了。今天的人我都给你带来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谢谢啊！哎呀，彩霞姐，你咋也来了呢？彩霞姐，我这不是怕人手不够嘛，所以过来帮忙了。哎，那家里面？家里都安排好了。你就是彩霞嫂子吧？嫂子？李学生，你是不是把姐当枪使了？我。哎，张老板，这些都是老板娘叫来帮忙的，要不然让他们先住下吧。来来来，先住下，先住下啊！来，大哥，来，把东西给我。那就跟我来，咱先住下啊。放心吧，回头帮你收拾他。去买块肉吧，一会儿回来咱们包肉串饺子，啊，你们先包着啊，先包着。你早点回来啊！Thank you.
悔恨。兄弟，走，走好。之所以爱吃糖，是因为吃糖的时候可以压一压心里的苦。这么多人都挂念着你，街上，你是个普通的人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有滚烫的心，做事有担当，做人讲诚信。
你的名字就是上秋好人。别人有困难，你总是乐观。